就这字儿写得好，我都骂上街了，这都这些写得好啊。黄老师这个爱好，您别看王老师学的是文史，但是呢，他真正的爱好不是文。王老师啊，专门去学文史是在当年，您哪年学的文史？01年学的，01年就学的。我呀，就认为说相声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行为。对，尤其是在7一这个日子说相声。表示出咱们是一个不一样的演员，不能跟没学会一样。我上一个节目是禽兽，这个节目文史，我活呀我活不了啊。不是，就你这么学的那个吗？文学历史啊。对对，就这意思吧。你得分开了说。你老往那儿勾一下。不是往那儿勾，还老乐。我这说的都是正经话。哟。取节变换届，咱都得说点那个正经的。这个王老师学的是文学历史，所以他是文人大师。为什么留神？我可没敢承认，我怕我一抡来一雷棍劈了。不，在我心中啊，我怎么敢当这四个？在我心中，你绝对是青年文人大师。不，因为眼神不好啊，上台不文就上不来啊。找个戏太别。那我明白了。我就是学的文史。您就是我的导航卡的。完全允许你上地铁了现在。我讨厌这是大学文学院学的东西。但真正王胜老师的爱好不是这个爱好。王胜老师的爱好是体育。是吧？没错吧？天天在家看体育。现在把他媳妇气的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就带着那电视遥控，天天看体育频道。他媳妇气得把骨都抠了。这有什么脾气？女孩他媳妇爱看个日剧，对吧？韩剧看了这，他天天站着那，骨都抠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知道，因为我俩从一块长起来，从小就喜欢运动。小时候我们那时候，我们那儿有七水河，有河滩，大河滩啊，就那能疯跑去玩去，天天在河滩跟兔子赛跑。天天跟兔子赛跑，你说怎么样？老赢，赢不赢可以的。您在河滩上见个兔子，这你专门逮回来的呀？专门逮，我知道是河滩没兔子。你忘了我陪着你，陪着你。越说越真，你说吧。真在这个山里头，比如说王胜老师为了跟兔子赛跑啊，抓着兔子到那深山老林，我们那时候还有个山呢。凤凰山里面有兔子，对，到凤凰山就天黑傍晚了。对，他就开着等待着兔子，有时找不着。我经常我就守护着他，守他带路。从小我就这么守护着他，我们兄弟嘛。我跟兔子赛跑，老板你守着我，等兔子。你选一个，我到底是什么？你就是你。你在我心中从来没有，我觉得海浪肯定是你儿子，要不然我这禽兽这事他不能知道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说这，就在后台老聊天，就有点儿聊这意思，就这意思。什么意思？这是爱好，你知道吗？当禽兽是我的爱好，体育运动是你的爱好。体育运动那时候为了运动，观察各种动物啊，你这奔跑。奔跑，现在不是王老师吗？都爱踢球。每周日我们兴趣班的球队，是是啊，经常跟大家一块儿去踢踢球。小时候就观察屎壳郎，控球能力特别强。您也是没弄明白，屎壳郎那是篮球。这没有你观察的细节，因为你光观察屎壳郎。我对球类运动啊，其实你不是想文史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您对文史没有兴趣。前两年没兴趣，第二年您倒没说啊。这两年啊，我对这个史啊，还真是有些独到的想法。当然也，各位别乐，您说的就是书本这个历史，对历史啊。我就是研究史，可能大概有，我入坑吧，1年了。怎么了？是这个词儿啊，
干干窄窄都能听明白，稍这么一组合，听着就那么味儿的好。怎么就说人家领领着入坑啊？这是影响我们年轻人的词儿，你这没有打过王者荣耀的人，你都不懂。我玩直播台，我天天我没事儿。这包袱真高级。我玩什么叫我都没听明白。这一种手游，手游就是咱们成都这儿，团队就在成都，你知道这是发源地，就玩这，就我们的词入坑，就是喜欢上了，掉坑里了，出不来了，明白吗？就这个意思。就一年时间，原来我不敢说我是不学无术浪荡公子吧。我这是自谦的一种说法，他们认为你谦的还不够。好吧，我这心是病。您是心是病的朋友是怎么着？那么大劲儿，就是。后来我发现啊，知识改变命运，有这么一句话。尤其是我们刚刚走出了少年时期，青春期刚过。正是大好人生。我刚就发现这个问题了，你强行在年龄上跟他们划等号，我已经拒绝了。我不是年轻人吗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要是你，这会儿我就死去。尤其历史，读史可以明智，对，读史使得明智，以史为鉴，对。尤其今年你看，我们十年耍剑，十年一剑，对吧？过去就是境界，对，境界，镜子里头见，看了就没事，你看看，照照自己，哎，照照镜子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错误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嗯，历史太有意思了，尤其我喜欢一个历史大家。历史大家简伯大吴晗，我不是现在、好孩子，四川之光，李白是你们四川最值得骄傲的诗人之一。我知道你们参加最强大脑，蒋康健是我的好朋友。李白，一会儿咱俩交流交流。我会床前明月光。花中醒愁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我说教你，惭愧啊，惭愧，惭愧，惭愧。认得了吗？太惭愧，我最近认识的这么一个史学大家，是古代人。哦，不是我说这，也不是李白啊，不是，李白不是啊，是。我是说的过去一个大家，特别牛啊，特别牛。哪位呢？哎呦，这有点了不得，这位小伙子，你怎么出这声儿呢？我正经谈一谈这问题。我激动，这位小哥哥呀，说实话呀，那在我心中的分量之重啊，有如千斤压顶啊，坠着我的心呢、啊，久久不能释怀。什么人能让您这么难忘啊？就对您影响这么大？我说半天你都不知道这是谁吗？我就说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李白。这一点线索都没有啊！哦，没有给你线索。你玩密室逃脱是吧？您说这话怎么一点含量都没有 ？Sorry， 因为我平时提起我这位小哥哥的时候呢，您表达的这词儿。老哥哥，哎呀，老得漱口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点线索。嗯，我说他一句名言。名言，你一听就知道是谁了。真好办，非常明了。有什么？你洗耳恭听话，你洗耳恭听。有让人给别人说你洗耳恭听。令尊令堂的，你都没听吗？你不会说话，你不洗耳恭听，不洗耳恭听，行吧？你得举步上前，深搭一躬。你听吧，你听吧，说点文字你还不乐意。
名言，我用名言了。珍惜生命，请勿玩水。哪位？司马迁。哪位大家？司马迁。人民公园的警示牌。人民公园警示牌在哪儿啊？珍惜生命，请勿玩水，不让靠近水边吗？就这个呀。你听听，司马光。
你说完他就没机会说我，你多难受，多刺挠，浑身上下。我故意说错，一是显得诙谐，二是给你个机会指出我的问题，纠正我的错。你看我多温暖。您暖，从小手托着你在哭，然命暖，然命暖，都就是您。暖男好不好？什么暖男？暖男，燃烧我自己，温暖你的心呢？你是个俗人，真的。我是个啥玩意儿？每个人一个二级的事儿，不用懂。就这个意思，你让人家听不听着这些话，多不客气。生活不会在意这个，多讨厌啊！就这意思，给你指出这个问题。不用凸显我，您就说您的，您最近的研究。我还不知道司马迁吗？就是我这有时候记不清人名字，说实话，我记不清人名字。就我记人脸可以，我识别脸可以，但是记词儿不行。因为刚才一上来咱们叫秦老，咱俩都搭档10年的教授，我这人名有点贬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司马迁，虽然我名字闹错，但是我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极。哦，这个人了不得，刚正不阿。我记得久了。您看啊，面对同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面对皇帝怎么样？至尊无上，汉武帝。汉武帝那多高的高高在上，是是是，多霸道。照样，司马迁指出他的问题，纠正了错。汉武帝当时都急了，给我攻了他。出于公行啊，各位知道什么叫公行吗？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吧。二虎手，那会儿有二虎吗？拉着这个把这留住拉。没有二虎换别的乐器也行，就是换什么古琴、古筝、箫，是没有这曲子呀。曲目不能换，曲目不能换。乐器可以换，就是从精神上摧毁他。这时候开始退步了啊！来人，拿一钢锯。我这有什么可介绍的？出于公行嘛。哎呀，所以你说你瞧我干嘛呀？我这不是跟你交流呢吗？你非打电话跟我交流，不巧了，就跟那个周末这七一是一个道理。什么玩意儿？人家处以公刑，司马迁照样跟人气节刚正不阿，对对吗？没有口懒的时候，处理了公刑。你是盼望的是怎么的？我强调，你别强调了，公行下面呢没了。
后来来到了今陕西铜川乔山，被一条金龙所接走，文武百官老百姓舍不得，纷纷的往下转，连裤子都拽出来。后来埋在了乔山的黄帝陵，现在还年年祭祀，在那里还有一曲祭祀的小曲儿：轩辕野鸭嘛咣咣，骑龙飞到了天上，爹他又烧香，给我洗一个婆娘，给我洗一个婆娘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皇帝手之百，正所谓七斗八大半，各位大和尚。你是个导游是吧？这是这边老熟，你熟也别乱说，你不介绍史记呢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史记，那放在这里不能有神话，写得多好，人家这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名骚，没有乱写的哟。你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那什么形象？鲁先生的话你都知道，鲁迅鲁先生啊，当年啊评价太高了，点点如桃，比比如刀，刀刀虽老。说远了，见你少说你点，自己就知道了。人姓周，朱迅是电影电话题的，干了半生都糟践你这大身上，知道吗？周树人，笔名鲁迅，对对对对对。先生，周先生吧，周先生，周先生会唱的时候是绝唱，这是高度评价和赞扬啊，对吧？我就问你，为什么是绝唱？这还字面意思吗？一唱而绝，视为绝唱啊？我感觉你要死了吧？老这都一唱就绝了，啊，绝唱吗？这是史家的绝唱，对啊，后百人的汉书、后汉书，各朝各代的起居注都不算历史了，唱绝了，从此人类没有历史了，汉武帝那是绝了，为什么把根留住没用啊？您别断子绝孙的联系，意思就是他不是绝唱吗？那您说，虽然我才入坑一年，但是我脑筋灵活，心思缜密，胸怀锦绣，口吐华丽。我就是西门在天上不打雷了，我这个气质大家是看不出来的。想有气质，先一点做到，别等腿。我就是我在历史夹缝当中抠啊，没事我就去抠啊。哎呀，抠出多少好东西了！是在坑里吗？历史的夹缝里，我在坑里抠的。抠出多少好东西？您就说您有什么成果，您谈一谈。为什么叫史家之绝唱？您的心得？因为整部史记当中，有三篇代表性的绝唱。三篇代表性的绝唱？然。他介绍他自己呢，咱去聊咱们的。这么严肃的学术问题，不要这个。对，三篇，三篇，《史记》当中代表性的三篇，请您查一下这哪三篇。这头一位嘛，讲的是个大夫，屈原屈大夫。屈原，对，这第一篇就是《离骚》。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，国文强识，文才了得，是当时楚国最强大脑的总冠军。心地善良，经常不老太太过马路。您说不强大脑不报废的，老说这，那会儿有吗？就相当于楚国最强大脑。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就是心地善良的这个侧面，而且是美食家、水上运动的倡导者，很了得。全在哪儿琢磨出来的美食家、水上运动？
上屈原之间昏君呢、啊哦、加上这屈原这个人呢、啊、也耿直一点，嗯，经常指出楚怀王的问题，听说楚怀王的错，楚怀王当时就写给老子捅了他，打入胡来。这楚怀王什么时候学的四川话？就那个时候。那年那年那年完了，哪儿居然没有这件事儿？没有功没有，刚关起来要功没功的时候，这五官张仪大虎让芈月派过去给弄过去，弄得秦国后来死那儿。你这怎么还有电视剧呢？这是历史史实啊，哪有这史实？芈八子呢？后来屈原一看楚怀王死在秦国，哎呦，心情郁闷，这就直接跳到松花江了。之前呢，还走这么远呢，人生最后的旅行嘛，回来吧，没有走那么远，家门口汨罗江就行了。对，这个汨罗江是密，密，就喜欢密，大密也小密啊，汨罗江。跳的汨罗江，当时跳江之前饮一大碗水酒，对酒当歌，唱出了这个绝唱离骚。我有一点问，是您想怎么着？离骚是早就创作完成的，死之前写的，不可能。我说他死之前写的吗？临死之前吟唱一下自己的作品，错了吗？拿出一个大碗，灌满了酒。您先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不要听这个场景，就是这东西您熟悉。我当然熟悉了。有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在家吟唱，我就能感受到屈原当时那酒还不错。我来喜欢。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家吟唱《离骚》，我有时候不能背嘛，就是。就据我粗浅的知识啊，就是我上学的时候，因为学这个文史，不是学这个诗歌史的时候没太学清楚啊。孩子，先等会儿聊。那个《离骚》啊，文字部分保留下来的，啊，吟唱方法。遗失了，也就是在说什么啊？你怎么早说的？啊？怎么没有完全遗失？我在历史夹缝当中抠出来的。您能吟唱《离骚》，我就喜欢吟。你的年轻的朋友们要求你展示一下。年轻的朋友，我们来相会。这是离骚吗？没有，我是你的传言。朋友们，不是，咱我也借大家的光，我听一个。咱今天大家来听相啊，这个离骚。我给你打个灯节，说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，咱俩的。快钱。一头公牛，一头母牛，打三字，两头牛。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，你把这牛过去。我小别吃火锅，我嗓子不行。哥，保安，用刺客。好吧，既然大家这么想听，嗯，我就唱。但是古代这个词儿就不好听。不，略具意思就行。我真是，你没听过，比不上薛之谦的，现在没听。您那个词句和音乐比他高古啊，高古就过时了。哎，这东西民族就是世界的，永不过时。当时屈原站在他家，
你们先演这个了，你们直接出去。我砸着人了。别别别演这个，您说。挑江啊！紧身的一套，半点绷褂之处没有，抬手动脚，紧身的一套。
多，你还看见乱七八糟，我这你说清楚一趟一趟，你就这几个说的不准确，你都没说头上插那个花儿，对吧？少说一样，哎，少说一样，头上插花那个是忍者乱太郎，就这意思啊。人家荆轲就不穿这个，穿什么？穿礼服，哇，朝服觐见，礼服啊，对，大摇大摆的，嗯，进这秦王宫、咸阳宫，而且啊，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讲？好马配好鞍，哎，好剑配好枪，你拜谁呢？破词儿啊，这都是，这老词儿嘛，一般的这剑都有一个好枪啊，镶镶了各种珠宝什么的，是是，人家不，拿纸一包，加上这顶。就这图嘛，哎，抱歉，现在你看香港还拜荆轲，香港就是香港拜荆轲，你没看你那个电影能演的拜荆轲吗？没看，就是铜锣湾一带，那荆轲上三炷香，上完之后，那报纸整张都出去了，怎么落彩呀？来自青铜锣，别唱，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。荆轲呢？荆轲，人家那当时站起来，嗯，指出秦始皇的问题，纠正秦始皇的错误，这个供不了起，拉弦儿的。您这怎么都有一个受宫刑的人呢？司马迁自己是宫刑，挥之不去的心理。你说每个人都受到宫刑，别胡说八道。那荆轲是一期未中。秦王绕柱而走，拔出入珠宝剑，一剑斩伤其骨。荆轲倒地不起，武士挥刀而上，乱刃分尸。那是不得已的办法，当时没有锯。有锯呢，就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又出来一首绝唱，风萧萧兮易水寒。真的，咋不行？易水寒这曲子是荆轲离开燕国的时候啊，太子丹高渐离在易水旁边送行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唱不是死的火上，临死之前把自己作品再吟唱，不行啊。啊，行，有让我再加一吟唱，就能想着有壮烈的味道。一下没劝住，你怎么又说出这句来了？这个您会？会吗？风萧萧兮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还呢。说来咱会，你不是这个词儿吧？得是原词儿啊！当然是原词儿了。中华剑可不成，什么废话，能有中华剑？这太简单。这荆轲，你去刺秦王吧。几时不相得？其实当时又给攻了，你知道吗？原词儿，当然原词儿。荆轲唱的，哎，高渐离击筑，哎，击筑来了，好听极了。嗯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还。易水呀寒，不复还。啊啦啦啦，兵长的咚咚当当，易水寒，兵长的咚咚当当，不复还。啊啦啦啦。你又混点肩膀，你再这么干，你卸了不行吗？不行，黄鼠狼下刺猬疼。跟小高说了吗？就这句，本来就疼。倒是没有多花劲啊，改了葫芦娃了。我喜欢葫芦娃。葫芦娃不能这儿唱吗？我就喜欢葫芦娃，现在出来老带着我。你别吹牛了，娃在哪儿啊？刘娃是隐身的。你有童年吗？你看过葫芦娃吗？刘娃，哎，你叫半天也没叫出来呀、啊？可能屈原刚才扔碗砸着的了。
我就是说这意思嘛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是绝唱？您这绝唱唱的都什么玩意儿？时间太久远了，我要真会这个，我还说唱？我身体恢复如晚，为啥？我吃头味儿，喝头味儿，坐在后台是大味儿，没人是给人签字。我就不愿意跟你聊了，什么嘛？咱换个话题，说点什么呢？第三首绝唱，是不是想聊这个？迫不及待了吗？不想知道了。想知道了？不不不，这我跟你说啊，不，我给你前两个拒绝，前两个休息，太久远了，我真的没算了。最后的绝唱就在我们陕西，吹牛，就在我们陕西，这是我跟你走访了，你采风都知道我写过书，我去采风了，挖掘出来，而且时间也比较近，讲的是公元前202年，高祖刘邦，是不是茶园定都就在咱们关中？高祖刘邦能有什么绝唱？大风歌呀，刘邦唱大风，你不知道吗？高祖还乡唱大风。回去啊，我就挖掘这个东西。这刘邦可不是一般的人啊！你看人家这长相，历史书记载史记里面写的，卧槽没了。你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巧了就是，手里打的是青龙剑，青龙剑拿的是潘公大棍，那是赵匡胤。我说这是关羽关云长。我这不背背锅。这刘邦长什么模样呢？我就会的太多，你别让我操。龙准而龙年。左骨有72黑子，什么意思？左边屁股上有72个痦子。你看人家屁股上长痦子当皇上，你痦子长不长多像？要不你挪挪位置？我什么位置？到位置上面也行啊。压根没弄明白，骨者大腿的意思。左大腿上72黑子，对，左大腿上密密麻麻长了72黑痦子。后来这个刘邦的选妃有个条件，密集恐惧症坚决不要。那会儿有密集恐惧症，进去一个下回一个，进去一个下回一个。你别说这乱七八糟的绝唱，回老家了吗？配谢他配公了，是。哎呦，老百姓都出来了，家里可算出了皇帝了。有句老词叫十室九公啊，真能更好。这都出来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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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帝，欢迎回家。老百姓那么水的，别组织组织嘛。都欢迎啊，热情啊！刘邦也高兴，心情激动了，是吗？纷争这么多年，终于天下太平。哎，今天在这家混吃，明天在那家混喝的。皇上，来回来去蹭饭。不是，他是怀念忆苦思甜，那时候穷的时候，吃白家饭。当然，也有人跟你一样，也对这个有质疑，是吗？喜欢指出刘邦的问题，指出刘邦的错误。您就饶了这个人吧。哭了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是这绝唱。可是时间长了待不住，还有江山社稷也是，赶紧得起驾还城，回长安。老百姓热泪盈眶，送他。这个时候，集体唱这大风歌，这在我们关中地区啊，很多老人都会唱。就那个时候，我就问两个问题：还有周华健没有？没有周华健。有动画片没有？没有动画片。